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P 三进攻想定三饱和火力学说元神安固诸方之素眼活动攻略助元取得方式防御想定进攻想定元神 4.7。好的，这一边进第三关来。这个我方阵容呢，选择前面这四个，然后加上一个火的盗宝团，再加最后这一个遗迹守卫。然后战机这边选择第一个风漩涡，这个开始。进来之后赶紧放下我方角色。然后右边那个塔可管可不管，反正我们这个怪也是会过来打的。这边远程角色往后面放减。好，我数你。这边再放一个雷武士，没有一级守卫好。是，不孝选错了。左周。我边放一下盗宝团。哇。我这一招对付你。啊，你。少爷瞅你。这边放一下火飘火，这边打一个蒸发反应。嗯。一级守卫出来了，放下一级守卫。一级守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机器。嗯。好，我数你。哇。放下火武士。我投降。好了，这一波搞定，